已经感应到了，赶快让脚挤过去。就跟下雨一样，一阵又一阵。下半部就要用冲的，希望能冲回这台缆车。西山真的滑够了吗？不然明天跟人家约那么早，就不滑西山了。西山没有想滑的哦。西山有什么特别的？还好，应该说这个雪场，就是大都可以滑滑啦，这样。那你要约晚一点。因为跟人家约去滑也是滑，自己滑也是滑，那有差吗？差不多。要留一点时间在洗澡。没差了。不对。明天照原计划也滑不到这里。对啊，那我刚跟你说走就去滑。因为明天如果真的说哦15分有可能，那时候坐这个缆车才有可能。对啊，算了算了，没有不想那么累。其实也走小缆。不想走肉，我很懒。我记得昨天看这里的右半部。还是今天早上看右半部变成馒头哎，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个柱子的右半部，左半部好像没有变馒头，现在不知道，看不出来。我什么都看不见。对啊，什么都看不到。
更上面吗？找到了右。而且我现在滑的线会不会还是不是啊？也只有这条线啊。左半边应该是变馒头了吧？你看有吗？右半部就没有。怎么右边还有啊？警察要来抓我了。看看看看他怎么讲？他会说请不要滑那里吗？还是怎样？干嘛的、啊？嗯？完全不懂他来干嘛的。我们现在从哪里下去的？右边啊。这边啊？没有，那边对着游乐园吗？哪边啊？正柱子的右边，是吗？我觉得是哎、欸。而且我们根本就这样子侧滑。完全没在滑那个陡坡度啊，我们是山羊，他说 ：“cos 闭锁中，不可以滑，那就滑左边吧。欸”等等，那我们就故意一直靠左滑，一直靠左滑，就可以回家、啊。好，不知道呢。红红绿，好了，尽量靠左滑。回家，回家。欸，就是那里吧？那个有绿色旗子的，就是切过去的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啊，去看看。切去绿线的地方，要吗？可以去啊。我说就往左边。对啊。我现在好平啊。你往左边了吧？好像它只是个绿线而已，又回来了。这反正往左靠总是对的。前面还有一个啊，前面那个应该就是了。
好重，很重很重，这里我们没滑过，我觉得不是，这恐怕前进不了吧，反而更累了，错了错了，这样还是这个根本就不是雪道啊，这是滑雪车走的路，铲雪车走的路，还是这个是逆向啊？太累太累，我觉得我们可能逆向还是正向，这绝对不是雪道，太累。好了，那就，哎，可以。太累，太累。有人从这里下去啊，你是想是不是？算了，安全危险，我觉得那个只要盯住就出去了。你又可以了，安全为先，安全为先，这个前人开过的路，这个就更安全一点了，没有树会挡你。你真尿吗你？然后大家就看我插在里面。身体稍微朝后倒一点点。要往后还是往前？好吧，你不前不后好了。你很坏，叫我试，然后自己又不……因为我又没有，我又不是很有经验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突然间让你慢，很慢，很慢的话，你就会往前扑，往后的话是 U 比的啊。我以为我插进去，你要救我。那你往后顶一点点吧。往后顶，我可能就会坐下。不会不会，他速度会变很慢。自己往后倒，自己往后倒。啊，你是看我倒还是看我躺在那？对啊，躺在那。
关系啊，这边往左切就回去了。有个小路啊，我一打嗝还是炸鸡耶。啊？你觉得这里比较好吗？哦，你说打嗝啊？
再就。Thank you.